就是来到水立方参加头条的这个活动。我觉得就是待续吧，新的一年还是希望能够遇到更多很好的角色和本子，然后希望我后面播的电视剧大家都会喜欢。看看哪一块我先拿到好的本子。今日头条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峰，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